如果我不曾贪恋过窗外的世界，是不是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？我查过了，我们符合退养规定，是合法退养。而且这个孩子性格也不好，成绩也不好，确实不适合我们家呀。硬要我们把他带回去啊，对孩子本身也不好。孩子呢，你们是可以退回来的，但是不要因为自己有了孩子，就说我们的孩子不好。走。爸爸妈妈。洋洋，洋洋。洋洋被退回来了，听话，洋洋，爸爸不哭啊，走了。洋洋被退回来了，我被退了。把你的玩具给我，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我买的。他们不是你爸爸妈妈，他们已经不要你了。不可能，他们是出差去了。他们说过那里就是我的家了，他们会回来接我的，明天就会。回家吗？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领养回去干什么？既然咱们努力了这么多年都怀不上，那就干脆领养一个吧。这么多年没怀上，不代表我永远也怀不上。如果把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孩领养回去，那不就是在天天提醒我，我是一个不能生小孩的女人，不能为你传宗接代。哎呀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看看。你看看人家领养孩子的家庭，过得不是很幸福吗？算了，如果你真的不愿意，那咱们就回去算了。那就先看看吧。哎。猴子，猴子，过来。好玩了，就是这个小朋友。叔叔阿姨好，我叫猴子，今年七岁，上一年级，会背九九乘法表。我100米跑学校第一。好好好，真乖啊！来来来，吃糖吃糖啊！谢谢叔叔。来来来，乖。老婆，你喜欢哪一个？谈不上喜欢不喜欢，先看看吧。老师啊，我们主要是想领养一个女孩子。哎呀，我们这儿的孩子你们都挑得差不多了，我觉着啊，如果你们不是真心收养的话，我看就算了吧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我们是有诚心的。还有没有别的孩子啊？孩子啊，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？这孩子会画画哎。孩子，你画的是什么呀？我画的是妈妈。老婆，
若曦啊，我们回家喽。若曦啊，这是你的房间，以后啊你就住在这儿啊。就有家了，知道吗？会很幸福的。